们哦，我们掌声送给我们这些优秀的老师们，来，我们掌声，谢谢我们教师团，教师团的老师们都是以圣贤代言人的使命牺牲奉献，投入推广读经的行列，为的是延续更多的圣贤慧命，为社会作育更多的圣贤人才。再次热烈掌声送给我们的这些优秀的老师们，谢谢你们，老师谢谢你们，感谢。好，我们的教师团请坐。谢谢各位贵宾、老师还有家长们，还有状元的小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接着呢，我们充满温馨跟温暖的祝福下呢，我们即将进行我们最快乐的颁奖典礼。今天大家都能在这边得奖，就是我们平时努力哟。也更感谢我们刚刚的教师团，还有我们的评鉴队长、我们的读经老师这么的用心，所以呢，我们表现才能这么棒，对不对？对。我们也给自己掌声哦，我们的小状元，好棒哦。所以首先我们要颁发的第一个奖项是甲组前二十名以及家长指导奖，我们将分成两个梯次进行颁奖，所以请念到姓名的小状元与家长一同到台上接受颁奖。现在的颁发是第一名发一重德黄俊豪同学通过53段，指导家长黄祥义先生掌声鼓励。第二名发一重德严凯成同学通过45段，指导家长周梅林女士。第三名发一掌声不断哦，发一重德黄若婷同学通过36段，指导家长苏静璇女士。第四名新义中信黄凯英同学通过35段，指导家长黄雅慧女士。第四名发一重德吴义慈同学通过35段，指导家长侯淑荣女士。第四名新义中信许廷瑜同学通过35段，指导家长许宪文先生。第七名发一重德吴小涵同学通过34段，指导家长吴文忠先生。第八名新义中信林丽雪同学通过33段，指导家长林坤和先生。第十名发一重德李佑伟同学通过32段，指导家长李清海先生。掌声，掌声。以上是我们的第一阶段，让我们以掌声来恭请我们台南市经典文教协会黄静之理事长来为我们甲组前20名的状元以及指导家长家长进行颁奖，掌声欢迎，掌声欢迎。好，我们请我们请理事长，我们站在前面，立正，进，你等一下哦。好，我们立正，我们台上的把我们的口罩拿下来，好，暂时拿下来。好，我们面对我们的理事长，立正，敬礼。哇，很恭敬的敬礼。好，我们进行颁奖，来准备颁奖。台下我们所有优秀的所有的状元，我们掌声送给台上。是，我们要掌声不断哦。对，恭喜我们前20名的，那恭喜以上得奖的小状元，真的相当的不简单啊！因为每一个状元的成就啊，背后都是总有一个伟大的指导者。指导者呢，凭着我们极大的爱心，还有耐心的付出，也就是说，我们的家长，还有我们的读经老师辛苦的教导，才有今天的成就哦。我们真的恭喜这些优秀的状元，以及呢默默付出的家长们。真的，这些孩子们呢，通过的段数都非常的多，可见平时十分努力的下功夫。如果没有我们家长的督促，老师们的提携，这些孩子们呢，也在这个读经的路上呢，相对的有这些贵人的协助呢，都可以读得越来越好。我们要继续往更高段数迈进。是的，相信这一时刻呢，一定是我们的家长最感动了，我们的读经老师更以我们的小朋友为荣耀哦。平常我们除了课余
除了我们上课的时间呢，我们课余的时间都是在背诵经典哦，所以每天家长陪伴着小孩子一起来读经，真是非常的伟大又殊胜呀。下面的掌声在哪里？掌声的音乐，很棒，我跟着音乐拍手，太好了！现在你们给台上的这些教员们鼓励，等会我们上课的时候，人家会给我们鼓励哦。掌声不断，来，跟着音乐，我们掌声不断。都不是很年长哦，所以可见他们很小就接触经典，将圣人的智慧熟读下来，对未来人生经验的一个成长，真的是非常有智慧。也感谢这么优秀的爸爸妈妈投入孩子这样读经，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理事长，非常用心的、很亲切又温暖的。一个一个颁发福袋，一个一个颁发感谢状哦，递给每一个优秀的小朋友。所以呢，优秀的小朋友，我们要双手接上，双手接上。请理事长到中间接受我们的家长还有小朋友敬礼。好，丽珍敬礼，谢谢理事长。那我们来合影，有没有来照相一下哦？好，那我们中间 来，我们移动一个位置。所以呢，等一下我们呢，每一个颁奖都是非常的有秩序的。好，我们现在看前面，面带微笑，奖状拿好。笑容，我们享受美好的一刻。好，来看这边哦。OK， 好，谢谢，掌声，谢谢我们的理事长，谢谢我们的理事长，恭喜以上得奖的小朋友还有家长们。好，我们牵着手，好，慢慢的下来，谢谢。那我们要继续颁发的是第二梯次的甲组前二十名以及家长指导奖，一样请念到姓名的小状元与家长一同到台上接受颁奖。接下来颁发的是第十名八一崇德陈佑成同学，通过32段指导家长朱盈勋女士。第12名法医崇德吴姓法医同学，通过31段指导家长吴怡汉先生。第12名法医崇德李品正同学，通过31段指导家长陈芷彤女士。第12名新义中姓黄正祥同学，通过31段指导家长黄俊杰先生。第十二名宝光玉山王元廷同学，通过31段指导家长王建忠先生。
第十八名信义中信许承泽同学通过三十段指导家长许旭生先生，第十九名宝光玉山洪子元同学通过29段指导家长洪明生先生，第二十名发一崇德陈玉桥同学通过27段指导家长戴玉轩女士，第二十名新义刘怡珍同学通过27段指导家长刘美惠女士，掌声。那我们台上的我们所有的家长还有小朋友把口罩拿下来，那我们恭请信义义和中